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。刚刚在上台前的3分钟，我们都还在 run 这个过程。怎么了？啊，同学，前半是离谱，那广告版就是。我想在台上的表演，眼泪忍不住落下。菲菲命受邀到大巨蛋担任棒球赛后演出嘉宾，首次表演新歌 Boring， 开启全新的里程碑。然后今天就是包括刚刚在上台前的3分钟，我们都还在 run 这个过程。然后我也蛮庆幸的是，我们刚刚有在 run 这个，所以上台的时候其实超级热。因为呢，今天其实我们在大巨蛋，然后还是有很多，哎呦喂，怎么了？啊，同学。九号，我们刚刚有100、100、100、1000分，心里苦，但宝宝反应出来。刚刚还有很多，就是我们突发状况，在队形上还有很多，就是表情上的拿捏，我们都是还没有那么熟悉的。虽然说真的我们还可以更好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一个大巨蛋，我们六个人。已经做得很好了、看来 Baby Me 对于首次站上大巨蛋的表现很满意，而表演完紧接着新歌 MV 拍摄，即使疲累但还是让成员很兴奋。我们现在表演完了，然后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下一场硬战，是但是我们还是很兴奋，我们要拍我们的首支成团之后的第一个单曲的 MV。 来，要说一下我们几点要集合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不早也不晚，刚刚好，就是待会，我们早但也蛮晚的，对，就是就是一场硬战，我们现在刚下场的心情就是对于这场硬战还完全没有任何的紧张，对，现在就还在还没反应过来，现在还在感受。I will never let you go. There's a secret I